條片冇乜嘢講，但大家千祈唔好撳走。Hello， 文迪，新一年搞啲新搞作，係冇錯，呢個新系列。今日咧，我會做一樣嘢，呢樣嘢咧係我係咪叫想做好耐咧？又唔係想做好耐嘅，一路都係有少少抗拒去做嘅。但係今日我新一年啊嘛，所以我就決定去試下佢。我呢個新系列叫做人生清單啊！究竟有啲咩事喺呢個 checklist 度好想做但未做咧？咁我咧今年咧就會去慢慢落實佢。咁第一件事咧就係、是、第一件事就係搭巴士。點解搭巴士係有嘅 checklist？ 因為我今日要搭嘅就係呢架72號嘅巴士。巴士已經準備就緒喺呢度，我都上車啦，上咗呢個巴士啦。咦，人坐得好好。咁我頭先上呢個站就係總站嚟嘅，太和總站。點解話一路都冇搭咧？呢架車係出長沙灣嘅，而佢係要經過41個站，就係呢41個站啦。搭到頭都暈，但我決定要鼓起勇氣搭一次，由頭搭到尾。開始。原來佢呢度有個站，我都唔知。我發現咧，啲巴士站咧。用名叫咩咩咩轉車站，跟住我啲 friend 唔識搭，其實我自己都撈住。一出，咦唔係出到老港，因為咧呢架車唔經過老港，所以就係多站嘅原因。唔行套路講，行咗上啲山路，不過就可以睇到更靚嘅風景。而家去緊個叫南苑嘅地方，我諗係屋苑嚟嘅，我都冇聽過。但最後因為冇人上落車，所以冇停站。之後幾個站都因為感冒停到。今日天氣幾好，入沙田啦！坐到過一半站，第24個站，係咗一半嘅路程要坐。哇！係獅子山啊！天橋究竟邊個會行？有佢滿馬路啦。去到長沙灣啦！喂，原來佢兜過嚟呢邊噶，哦，咁即係已經近荔枝角個頭，仲有3個站，估唔到最後5個站兜到咁遠。佢由深水埗嗰邊落落到嚟，原來你呢邊嘅長沙灣。即係而家已經係近荔枝角嗰頭，究竟長沙灣總站喺邊個？已經遠離曬我想食嗰啲叉燒，我一路嚟一路揾緊食咩，但係已經係遠離咗嗰度啦。好啦，到總站啦。總站附近有咩食噶？我比較關心呢樣嘢。
係唔係好多人，但係比我預期中多人咯。而家轉入去巴士總站啦。哦，而家落車啦。坐很久只是坐了一個小時，為什麼我印象中它是要坐很久的呢？還有呢，原來呢它上那條即是兜那條舊路，我們叫就不是套路，那條路原來都不是很多個站，還有重點是原來很多個站會沒人上落，即是直接過了個站，所以其實呢變相都快咯。主要這條路線呢就是走山路啦，所以呢雖然它可能未必有很快，同埋都比較搖啲，但係咧上咗山路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風景啊，即係好似高嗰啲咧，同埋睇到海啊、樹啊，同埋睇到人哋啲豪宅咯。咁所以咧行呢條路線，呢條路線好咧就睇到唔同嘅嘢咯。因為咧大家車廂好靜，所以我都好避免講好多嘢，驚嘈人休息。但係大家千祈唔好撳走，雖然呢條片冇乜嘢講，但係大家千祈唔好撳走。呢個係完成咗2014年第一件想完成嘅事。就是搭呢個72號巴士，41個站啊！但佢原來一個鐘已經完成咗，我覺得幾犀利。我覺得原來佢唔係我預期中咁耐嘅喎，真係要搭過一次先知咯。大家如果不妨去揾下你哋覺得好多站嘅巴士路線，或者你好怕搭巴士路線試下搭。但我呢個已經唔係最勁，我見過一個好似70幾個站，我睇下下次可唔可以挑戰一下呢架先，或者大家你揾多啲坐得更加耐嘅巴士線，或者覺得更加難坐嘅巴士線，你可以留言話俾我聽，我可以擺喺我嘅 checklist 嗰度。咁究竟我第二樣人生 checklist 要做嘅嘢係咩呢？咁大家記住留意一下。大家如果你今年有咩想做，都記得開始行動啦。講完，但其實我未完，因為我要去揾嘢食。中意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、訂閱我 channel。多謝曬。就係食呢個天福漢堡啦，我都未試佢呢個荔枝角嘅。嚟到2024年，繼續介紹我好中意嘅天福漢堡。今次第一次食佢嘅黃金魚堡，因為咧咁勁嘅有兩塊嘢，係咪私人醒到派俾我？好勁喎！點樣？好熱啊！好夠脆啊！佢個汁有少少檸檬，所以係好 fresh。實在太愛天福漢堡啦！